为符合国际标准，财务机构可能会向客户索取资料，辨识他们会不会因境外税务居民身份而在当地有缴税责任。财务机构必须按税务条例要求，收集超过120个指定地区的账户资料交给税务局，以便与当地交换。请公众配合安排，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。如有疑问，可向有关财务机构查询。